尊敬的诸位法师、诸位大德同修，大家请坐。请坐。我们今天继续来举行修行与生活座谈会。那么，定弘今天早晨呢，跟师父老人家刚从意大利罗马返回香港。这次呢，随师到梵蒂冈访问，是应教宗的邀请，主要是参加这个与多元宗教的领袖在一起的一个交流，为世界和平做祈祷。那么梵蒂冈这天主教廷能够办这样的活动也是非常难得的。那么这个活动呢，是到今年呢已经是第25届了，一年一届，是1986年开始上一个教宗保罗二世就发起的。那么到这一个教宗呢，是本都十六世那么继续的在办，参加的人很多全世界各地宗教的领袖和代表云聚一堂那么这祈祷固然呢有一定的效果但是更重要的，我们师父老人家这次去教廷跟这个教宗当面的给他建议，还是要办教育要讲经教学讲经教学是根本上帮助人断恶修善这个端正心念，这是对化解世界灾难冲突是根本的有效的做法。祈祷呢，只是一种暂时的而且要看呢，祈祷者是不是发自真诚心至诚感通。如果心不真诚，夹杂着很多名闻利养，那也没什么特别的效果所以呢，我们师父这次呢给他带来，给这教宗带去这个我们的一些资料那么我们师父特别呢给教宗写了一封信，劝导他把这个天主教的教义要大力的弘扬要做办班教学的工作师父前几年在家乡庐江汤池办的这个试验，开办这个文化教育中心呢，推广伦理道德教育很有效果我们也介绍给他，希望他呢也能够在他们那个罗马找一个区，那当然最好是梵蒂冈了梵蒂冈是在罗马里面的一个半平方公里的一个小地方那比汤执政还小在那里落实和谐示范国因为梵蒂冈他们自己也是个王国和谐示范区，把天主教里面的关于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在神职人员自身上落实，然后呢教化百姓，就能够把罗马、把意大利乃至全世界的天主教徒教好那就不至于像现在我们看到的社会这么多的混乱现象那么所以这次此行也是很有意义的至于我们师父已经把该说的话跟教宗说了那他要不要做就是他的事情了
好，我们今天呢，继续来讨论呢问题。首先呢，我们回答这个本地同修的提问。那么这位同修呢，他提出来是作为护法，需要具备怎样的言行和心境，才能够护持好正法？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要，因为正法的弘扬传承要依赖护法啊。正法能不能够复兴啊，不是看弘法者啊，要看护法者啊。弘法的人专心在经教的这个研学啊，他要讲经备课嘛，他没有任何的其他的精力去管事管人啊，他要全力以赴的把这个经教学好讲好。所以呢，管人管事管财啊，这个护持的工作呢，那护法要承担，而且决定了弘法的这个方向。那么我们师父常讲，弘法的是菩萨，护法的是佛陀。换句话说，护法的水平一定要高于弘法，那你才能把法护好啊。护法就好像做保姆一样啊，弘法是在成长中啊，像我们这个现在这阶段是在成长当中啊，社会的阅历很浅啊，经验智慧都不足，那必须要有啊德高望重啊，而且是啊过来的人他来护持。那么真正把法能护好，必须要是过来人啊。就像师父老人家自己说，过去啊50年弘法，现在啊他要担当护法的重任了啊。那么护法这个工作包括两个大的方面，一个是护持好讲经讲课的法师和老师啊，让他们呢能安心来学教啊，不会在为其他的生活的事情啊，这个啊谋生啊去操这个心啊，能保证他衣食啊，保证他有一个小房子住啊，他就能安心办道啊。第二个更重要的是培养后继的人才啊，培养接班人。所谓不孝有三呢，无后为大啊。那么师父老人家呢，现在正是在做这样的工作啊，那可以说他现在是弘护兼于一身啊，所以做的也很辛苦。不过老人家智慧高啊，悲心重，三宝加持啊，所以相信一定能够圆满他老人家的心愿。那至于我们自己啊，如果发心要护持正法啊，那我还没有师父老人家这样的威德和智慧啊，没有这样的修行功夫，那真的要注意好自己的这个心境啊。那首先我们第一个呢要有真诚，我护持正法的目的不是为自己这很重要，为自己夹杂了自私在里面，夹杂着名利在里面，那这个法一定是护不好的啊，甚至会
误导一切众生，那个因果那就特别重。所以我们这个要发心护法，首先发心要正啊，真正是为正法兴隆啊，使众生啊离苦得乐，不求自己得安乐，但愿众生皆离苦，菩萨发心啊，护持正法，这是菩提心呐、啊。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毫不为自己啊，这是真诚。真诚的这发心呢，你才能够坚持长久。啊，如果有一个自己的利益啊，自己的名闻利养啊，或者甚至是有自己的所谓的爱好，哎，我觉得做这个事情啊，对我自己挺好的啊，或者求未来的果报，凡是有一个我在，那这个心呢、啊，就不算纯正了。如果是来了魔扰啊，境界来考验来了，往往就会退心啊，不能够啊有恒心啊，所以真诚很重要啊。第二个呢，要有恭敬的心啊，要知道谁才有资格来当护法呢？在佛门里面呢，护法是韦陀菩萨呀，韦陀菩萨是等觉菩萨啊，人家的智慧福德几乎是圆满了啊，他来实现做护法啊。那我们这跟韦陀菩萨差得太远了，我们是凡夫啊，那岂能够啊有这个自高自大这么个心理啊。所以我们呢要抱着恭敬的心，虚心的来学习啊，千万不要认为哎我在护法呢，哎你们这些这个弘法的人得听我的啊，你们这些信众也得听我的安排啊，我这是像一个领导人啊，我是个国王一样。嗯，这样的心态呢是很危险的啊，傲慢呢就是堕落的开始啊。那么真正护持正法，首先我们要对法有恭敬啊，这个正法得之不易，佛法百千万劫难遭遇啊，所以我们要有恭敬的心啊，无不敬。恭敬的心具体落实啊，包括你对于这个法脉啊，你也恭敬啊，对于这个法脉的承传的各位祖师啊老师啊，你有恭敬心啊，对于现在正在承传法脉的人，你要恭敬心啊，就是敬师啊，尊师重道啊，那我们要做一个这样的好样子。现在的社会的大众啊都不知道尊师重道啊，那我们做护法的人给大家做一个表演啊，我尊师重道，这就是护法。那护法不是在于你有多少钱呢 啊有多少能力啊，这都是其次，重要的是你那颗心啊，你要为大众做好榜样啊，不能够啊有丝毫傲慢的心态，一傲慢，那么这个三宝的加持
就给断了。这加持一定是我们要用极谦敬这的心才能够感得的。那么恭敬是对别人，谦卑也是对自己。上书有说啊，谦受益满遭损。对个人尚且如是，何况是对护法的事业，更要用极其谦敬的心来对待。那才能够对于复兴正法有利益。那我们应该存什么样的心呢？我们是来做配合的，来为佛菩萨、为圣贤老祖宗做一个助理的工作，就来打工的，我不是来当老板的，你要用老板的心态，那就麻烦了。这点很重要，因为很多护法现在确实也很难得有不少的像企业家呀都很发心但是老板当惯了，就会用老板的心态对这个护法的工作所以这里面呢就有很强的得失心因为呢这护法是你在做吗？那做了成功，你就洋洋自得了；做的失败呢，你就很懊丧。这里头已经夹杂着自己的名闻在里头。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心态换过来。换成什么呢？我这是一个打工者，我不是老板。我为佛菩萨做事。这件事情呢对众生有利，那佛菩萨来加持我们呢有这个缘在旁边协助做好我的本分工作，该做的做好。至于说这件事情成败与否，那看众生的福报我当中没有任何的个人得失在里头所以呢成你也不会傲慢觉得了不起了不会骄傲。败呢你也没有沮丧。这都是因缘嘛。那么用这种谦卑的态度，那做事情往往会更顺利。首先你能够跟大家会和睦相处。所以这是联系到下面一个心态，就是和睦和谐，要跟一切人都要和谐尤其是参与护持的工作，那是个团体，不是一个人能够做得了的，我们必须要和谐修六合敬，大家共同把护持的工作做好做好也不是一个人的功劳，是整个团体的功劳是佛菩萨的加持的结果，谁都不能够自己鞠躬哪怕是一个在扫地打扫卫生的人，他也贡献了力量，也少不了他所以和是建立在对人的恭敬、对自己谦卑的基础上，那这你才能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把这个护持工作做好有道是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是最重要，家和万事兴，以和为贵那这个护持的团体就好像一个家共同做这个
护持如来正法的家业，啊，那团体的和睦就至关重要。啊，往往很多事情，就护持的这个工作啊，失败了，都是因为啊内部不和。啊，那这个内部不和都是因为啊个人傲慢啊，对别人不尊敬造成。啊，所以概括起来，这个心境就是师父上人常常提到的诚敬谦和，真诚，对人恭敬，对自己呀、谦卑，啊，与一切大众都能和睦、和谐，那才能够啊，说真正把这个护持工作做好，啊，那这是修养啊，如果你没有圣贤的修养，你怎么可能办得了圣贤的事业？啊，护法工作是圣贤事业，是菩萨事业啊！啊，所以我们了解到这样的一个使命的重大，啊，要发这个大心，直下承担。然后第一个就是要好好修身。啊，正己化人，你先把自己的这个言行啊、心念都护持好了，那你自然就能够护持好佛法啊。所以护法先得护自己的法，你才能护众生的法。嗯，那具体做法，每天不能离开静教啊，所以护法的人一定要听经啊。如果他不听经啊，不听老师讲课，那他肯定这个意见会跟这个经教相背离，这是迟早的事情。啊，因为你在做这些护持工作，你用的是自己的意思，啊，不是佛菩萨的意思，啊，久而久之，那就把这个方向搞偏了。啊，师父老人家过去，啊，也有不少人啊护持过师父，啊，但是中间也有人。等于偏离轨道了。为什么会偏离轨道呢？这个缘起都是因为啊不听经教啊，不能够坚持学习啊，这就自自然然呢、他这个自我的意识就越来越加强啊，那么按照自己的意思走了，这就会被背离了，偏向啊。所以啊，弘法的人要学习经教，护法的人也要学习经教啊。唯一两个人不同的地方，就是弘法的人他上台要讲啊，他平常呢备课的时间很多啊。那护持的人呢不需要备课，但是呢他要去工作啊，你备课的时间我要去工作，但是呢到上课的时候都得在课堂里啊，弘法的人讲课，护法的人听课啊，这是互相啊配合啊，天衣无缝啊，互相之间呢也就有那个默契啊，这个六合敬啊是建立在见合同解的基础上，那所以非常的重要啊，一定要护法，一定要听经啊，老师讲课一定要听课啊。那可能有人说，那我很多工作要是我去听课，我没办法去做好啊，啊，这做事也很费时间呐、
啊，没错，这就需要什么呢？你自己啊，把握好这个，轻重先后的，这个尺度。啊，《大学》里讲"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啊，什么事情为重，什么事情为轻，你也晓得。啊，相比起来，你说文法修行，跟你现在呢做护持的这些事儿，哪个重要呢？当然，你自己文法修行更重要。啊，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时皆以修身为本呐。这修行是根本。啊，护自己的法是根本，护好自己的法，你才能护好众生。啊，所以这个轻重一定要摆好。啊，那么真正做事情要放手，啊，这个让别人多做。啊，很多人他也很发心，啊，愿意来做事情。啊，那这时候你应该有一种栽培后人的心，啊，不要样样都自己做，样样自己做累死了还做不好，啊，所以曾经啊，子贡问过孔子，这个一个问题，说为政者是自己很有能力啊，做事做得很圆满，重要呢，还是说他举荐贤才来做事重要？孔子告诉他，举荐贤才更重要。自己即使再能干，你手下没有人，你也办不了好事，啊，特别是大事你办不来，啊，你自己即使能力差一些，啊，但是呢，你能够啊任用贤能，啊，就好像三国时代刘备，他自己呢能力并不是很高，武艺也不高强，啊，这个这在这种战略的谋划上面也不行啊，但是呢，他能够举用人啊，他文有诸葛亮，武有张飞、关公、赵云啊，手下也能人很多，他就得天下啊。所以举用人很重要，举用人那个心态，对这些贤能的人一定要恭敬心啊，而且呢，一定要是啊。这个，信任他，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既然你用他，你就不要怀疑他啊，怀疑他做不好啊，啊，怀疑他有什么企图啊，啊，你这个心不可以有。啊，甚至别人给你下谗言，啊，在背后说他的坏话，你也置之不理。你对人要有绝对的信任，你这才能把他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啊，如果你用他，又怀疑他，甚至在背后呢还批评他，他要是知道了，他马上就退心了。啊，甚至是他可能不知道，那你这个念头发出来了，我们知道万物都有感应啊，那他人心他也会有一定的感应，他就觉得跟你的磁场配合不上来了，没有那个默契了。啊，这很重要。啊，不要有怀疑，啊，那么当然，你举用他，一定先要观察，看他，适不适合做这个护士工作，啊，首先要看他的德行，啊，最基本的一个德行，就是要知因果，哎。他明信因果，这是最重要的啊！因为做护士的工作肯定会牵涉到名闻利养啊，尤其事业做大了，那名闻利养很厉害。假如他这个因果的根不深，那很容易堕落啊！所以啊，一定是明信因果的人，就正知正见的人啊。那么。
当然他自己个人的修为要有孝悌忠信啊，礼义廉耻这些基本的德行，尤其是孝道啊，他是孝子才是忠臣啊，你要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嘛。啊，那么孔子啊，这《论语》里面呢，有讲到这个一个为政者要做好三桩事啊。第一个呢，先有私啊，这个意思是说先把职务啊分配好啊，甲乙丙丁啊，每个人应该做什么工作，你得分配好啊。比如说一个团体。像一个协会啊，那么它都是各有这种不同的工作啊，有不同的分工啊，每个人负责哪一份工作，这要分配好，不能乱啊。如果大家不是很清楚自己的这个工作范围，那就会乱啊。分配好之后，就先有私。第二个呢，设小过啊，你用人。你就得放开手，让他去做，让他去练习。他难免会做错事啊，犯过事，你要赦免他，你要宽恕他，不要斤斤计较。斤斤计较往往会打压人家的积极性。哎，你不是只是要一个机器，哎，就是对你的这个命令啊。所谓是言听计从而已，啊，那个你也会累死，你事事都得操心。你希望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主管，什么事情都帮你安排好了，你都不用操心，就坐享太平，这是最好的。啊，那他要主管负责好他这趟工作，你要不断的去栽培他，给他事情做，让他能够啊。在经验教训当中成长，啊，要赦小过，小的过失要赦免，啊，那大的过失，当然你就要看情况。什么叫大过失呢？就是比如说他背信弃义了，啊，背师叛道了，啊，这都是大过失，那当然就不能用，啊，这是根本的道德根基都没有。就不能用，啊！但是他这个心还是为这个团体好，还是为了护持好这个正法，啊，发心是纯正的话，那小的过失，这个工作上的过失，全都是可以赦免的，啊，要有容人之量，啊，不能求备于人，啊，如果样样求全责备。那你最后啊，没有一个人可用。嗯，你要是呢放手，哎，特别是用大家的优势、大家的这个长处，那你啊，身边全是可用之人。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举贤才，啊，自己和发动大家要多留意。这些贤能的人啊，有德有能力有发心，这些人一定要举用，尤其是年轻人啊，多栽培他，多给他舞台去历练。所以孔这个《论语》上面讲的这个先有私，设小过，举贤才，这就是啊护法的人呢啊，应该啊去，这个借鉴的一个智慧，啊，那么《群书治要》里面呢，有很多这种啊，智慧管理的啊，这些，教诲，不妨啊，都可以去读一读。啊，现在马来西亚汉学院啊，就是这个文化教育中心，他们编了一个《群书治要360》啊，那本书啊，我看了啊，觉得非常好啊。简单明了，有白话这个翻译，
啊，一般的人都能看得懂。啊，这是对于自己修身，啊，对于这个管理护持一个团体，都非常有啊借鉴参考的价值。好，我们呢看第二个问题。这里讲到说，有我念佛堂成员找附体人打着佛教旗号给车祸丧生者超度，附体人在死者旁做手势，说能超度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念佛堂成员这么做对吗？影响念佛堂吗？我们念佛堂已经四年了，应该怎样处理？这个送往生啊，印光大师有一个临终三大要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最好的助念者的指南，一定是要好好的学习，你才懂得怎么助念啊。那么他这个所谓在死者旁边做手势啊，这个用种种的啊这些方式，如果是跟呢这个临终三大要里面的教诲不相应，那就不能够去依从啊。助念最重要的就是提醒他念佛啊，即使是他断气了，都要给他做一个开示。开始越简单越好，不能搞复杂啊！因为只要他神识还在他体内啊，或者即使神识出来了啊，也可能还围绕着身体旁边。那你对他真诚开示，他能够感知啊。那主要就是劝他一切放下，求生净土，然后给他念佛。用至诚的心来去念，只要是这个夹杂了其他的这些念头，那个诚就没有。曾国藩给诚字下的定义啊，一念不生，甚为诚。那我们念佛，怎么才叫诚心呢？没有妄念，没有夹杂，这就是诚。所以搞很多其他的事啊，你肯定会起心动念，那反而破坏了念佛的正念。所以这个呢，就你们看看，自己去处理啊。念佛堂啊，最好还要这个依从，我们主事大德啊，我们师父老人家教诲，来去做，不要搞到这个太多的夹杂。他这里底下呢有一个问题说，弟子希望把清洗和护理汽车的生意介绍给福利团体，原意呢是让团体照顾的人学有一技之长，以便在不久的未来能够养家糊口。弟子有一位朋友好意提醒，清洗和护理汽车的药物对工作人员健康会产生不良影响，会不会反而害了他们？这些事情呢，就是看你得只能够抓主要方向。那做什么事情肯定都有利有弊嘛。那就看自己的发心，还有看主要的效果。
不能够啊，因噎废食。所以，只要那个工作是个正业，基本上对社会、对众生是带来好处的，不是带来坏处的，这都可以进行。当然，如果是你朋友这样的提醒，那我们也可以采纳他的建议，能不能够用这个药物这个护理器材的药物找一些对身体伤害小的，这些药物，这就没有问题了。好，下面一个问题，希望法师能够教诲弟子帮助人，应当如何定个标准？弟子也想到，标准要定得太高，好像就没什么人可以帮助的了。这个想法可以有违佛教的，是否有违佛教的教诲？帮助人的这个标准主要是看自己自己的存心是不为自己，只为别人的，这是最根本的标准那么对别人来讲，标准就不一定了那么看个人的根性他能接受什么样的标准，我们就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教诲他。在佛法里面，这个教导众生那都是应机说法比如说有的人他希望来世做人，那佛就教导他来世做人的方法有的人希望升天这就比做人高了，那佛就教他怎么升天的方法那有的人对天道都不满足，他想要出三界想要证得阿罗汉佛也教给他如何做法。有的人呢发了大心我要行菩萨道，将来要成佛这根性是最利的了，那佛也有方法叫他成佛都是没有一定标准的，看众生真是随众生心应所之量所以没有一定的标准只要能够帮助众生提升，这就是好对自己呢就要决定标准，那就是不是为自己自己没有我了要把我放下这样做才叫善有了自私那就是恶了那善中也可能会夹杂着恶一定要让善纯纯而不杂，不夹杂自己名闻利养，不夹杂自己的这个人我是非，这样就好了。下面个问题法师在讲经中说到，人们起心动念都是妄念，我们从小学到大学读书，一直到工作，受到的教育其中之一是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比如我们遇到一些学科中的问题，我们会想很久，一直到问题解决。工作中遇到一些技术性的问题，也同样会费很长时间思考。这些是不是也属于起心动念、妄念的一种？是的，凡是你起心动念了，你想了，你思考，全是妄念。那你说，那我不思考，我怎么能解决问题呢？对凡夫来讲，确实没办法，他不思考，他就解决不了问题了。因为什么呢？不思考，他就在无明当中。不是无明，就是妄念，他总是出不来。那佛菩萨的用心就跟凡夫不同，佛菩萨不起心不动念，
但是问题一来了，马上就有解决的方法，就是智慧启用啊，而且呢是没有丝毫的后遗症啊，会把问题解决得很圆满啊，通过思考来解决问题啊，你很多问题你没想到，所以总是不圆满啊。所以我们现在要学习菩萨，逐渐逐渐呢放下思考啊，一开始做是很难的啊，我也是有这个深深的同感，因为我呢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啊，过去几十年都是培养思考、培养研究这样的一个能力，这个能力特别强啊。问题一来了，立刻就会要想啊，然后呢，这个去分析，看看有这种多种的途径解决问题，哪个途径好啊，来比较啊，这些通通是用意识。啊，现在出家了，学佛了，啊，要决心呢，把这一套思维方式啊舍弃掉。啊，学着什么呢？用直觉。啊，不要用思考。当然，一开始很难很难的，啊，而且你没有信心。哎，我这直觉，虽然有个直觉，但是呢，你怀疑这直觉到底正不正确？啊。是不是个幻觉？你看，你有怀疑，一怀疑呢，又是妄念了啊！所以呢，这个我现在啊用的方法啊，就是呢，我一切就交给啊阿弥陀佛处理啊。问题来了，我要是当下懂得怎么解决，我就去解决了；要是我真是当下不懂得怎么解决呢？那我只好求阿弥陀佛了，阿弥陀佛，您老人家替我解决啊，不要去思考太多啊，减少思考，减少分析，慢慢的把那个意识放下啊，用真心啊，直下去观照啊，那观出来就观，观不出来就把这个责任呢交给阿弥陀佛就好了，啊，请他老人家安排，啊，既然我们走了这条路，一切都交给阿弥陀佛嘛，一切交给护法菩萨嘛，他们安排事情比我们安排的要更圆满，不要我们操心，我们都操了心了，他们就不用操心了，啊，你去安排吧，何必要我们呢？啊，我们不安排，他们就得安排了，对。所以这是你要有这个信心啊，你要有这个勇敢啊，肯这么做啊，不要害怕，哎呀，我这问题要是啊自己不思考好，万一啊出错了怎么办，你不用有这个得失心，一切都是梦幻泡影，都是假的，都是做梦，错了那就错了呗。啊，我不是有心做错了，那这个是我现在交给佛菩萨安排，那佛菩萨这样安排了一定是有他的用意啊，那众生说不定因此啊还有更多这个得度的因缘，谁能晓得呢？所以什么事都好，什么结果都是好的啊，佛菩萨安排的哪有不好的呢？你看你这么把这些问题你能够啊悟透了，那么你这个心呢就能放得下了。啊，那最后功夫成就了，智慧启用啊，你解决问题就事事圆满。好，下面呢关于念佛的问题啊，有三个问题。第一，持名念佛时往往不知不觉中观想阿弥陀佛的福德庄严，是否属于不精进或者是妄念？这样会消耗身体的能量吗？
念佛啊，观想佛的相好庄严呐、啊，这个不是妄念，属于正念。啊，当然，它也是用你的意识心。啊，但是这个意识心用的正，啊，就是正念。它跟佛道相应，啊，跟你往生净土啊相应。哎，这个我们就可以用。啊，那么。到最后能不能往生呢？能往生，那待业往生，因为啊，你这个见思烦恼没放下，啊，尘沙烦恼也没放下，你有分别有执着，但是你分别执着用的正，啊，都是分别执着对着是阿弥陀佛，你想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你最后能够待业往生，往生到啊，凡圣同居土。啊，所以要想你就啊死心塌地的啊，不要有疑虑啊，认真的想啊，想阿弥陀佛一正庄严，这个极乐世界一正庄严，阿弥陀佛的相好庄严啊，当然你不能胡思乱想，你要依照经典啊，像无量寿经讲这个极乐世界一正庄严讲得很详细，观无量寿经讲阿弥陀佛的相好庄严也很详细，你要依着这个方法来修。不过呢，这观想啊，是稍微来讲比较难的啊。那么念佛有四种念佛：实相念佛、观想念佛、观相念佛，还有持名念佛。最容易呢，就是持名了啊，就念一句阿弥陀佛，不用观想也可以。你用这句佛号把一切妄念呢都置换过来，专注在阿弥陀佛这句佛号上，听自己念佛，听得清清楚楚，妄念就没有了。那这样呢，确实对我们呢这个烦恼习气重的凡夫啊，像我这样就是非常明显的妄念很多你要观想心也粗，观不出来持名最管用而且呢它也不耗神观想你确实你消耗的能量应该会多一些你用的意识这个力量会大，你持名呢不用意识，你就是听自己念佛嘛你也不用想所以这个是妙法。第二个问题，普门品有云：进行供养，以饮食、衣服、卧具、医药。菩萨已不需饮食，亦无病苦等等。请问这些供养的意义是为何？这都是表法。表你的这个至诚心，你的恭敬心。菩萨确实不需要我们给他这些饮食衣服卧具医药但是呢，你用至诚恭敬的心供养他们，你确实能得福报这个福报的来源在于你的至诚恭敬心那么像饮食、衣服、卧具、医药，这都是一切众生需要的必需品那我们供养菩萨呢，也要想到菩萨念念呢都想到苦难众生，我们也应该跟菩萨同心同德同愿同行，拿这些供养去帮助一切众生，他们就更需要这是帮助你升起这样的一个布施的心，而且呢，对一切众生的供养，如同对菩萨供养那样的真诚恭敬，那你的福报就无量无边了。第三个问题，一生灾难、痛苦、烦恼不断，如今年老了，每遇失败挫折，佛号就忘记了。
反而回忆起往日的痛苦，这种妄念往往持续甚久，请问应如何对治？对治的方法没有别的，就得努力去念佛，把佛号念成习惯了，你这个佛号的功力能够压服住妄念了，你就成功了。所以佛号你要努力训练，规定自己每天有多少时间专门是念佛，压你的妄念。除了念佛以外，还要听经，听经帮助我们看破放下。往往你这些痛苦这些老是回忆，也是因为你没放下。没放下是因为你没看破，你不知道这都是假的，都是梦幻泡影，你把它当真了，所以你会有痛苦。一切法如梦幻泡影，都是假的，做梦，你干嘛当真了？所以听经很重要听经念佛，时间久了，功夫就得力了。妄念一起，立刻用佛号把它压下去。下面一个问题，我是研究娃娃鱼原生态繁殖的专家，现在投资商请我技术入股，合作搞娃娃鱼原生态繁殖，然后卖给农民养殖。请您开示，我能与投资商合作吗？我是净土修行的一个居士。这个娃娃鱼养殖之后，是不是拿去卖，拿去杀生呢？如果是的话，那你参与这个合作入股就等于造罪业了。所以你自己好好去思维一下，我这一生最重要的工作最重要的方向是什么？既然你是要修净土、念佛往生，那罪业尽量少造罪业呢都是往生的障碍。往生临终的时候有病苦的或甚至是业障更重的这个昏沉糊涂，佛号都忘失掉了，这都是因为罪业深重。所以我们罪业忏悔都来不及，可千万不要再造。好，下面呢再看这个问题，说求道与皈依有何区别，是否可并存？求道这个可再皈依否？佛教与道教有何区别？鸡蛋呢属灾否？就是鸡蛋是不是属于灾？为什么？这是第一个呢，问这个求道，就大概是皈依道教的那皈依佛教和皈依道教有什么区别？可不可以并存？这是可以并存的。为什么呢？因为佛和道并不矛盾。而我们首先要把皈依的这个意义弄清楚。皈是回头，回归。依是依靠。佛法讲皈依，佛法僧三宝。这个佛法僧不是外面的三宝，是我们自性三宝。皈依佛法这个佛宝就是皈依自性觉悟。觉而不迷。皈依法宝
就是皈依自性的正知正见，正而不邪啊，没有邪知邪见。皈依僧宝是皈依自性清净，净而不染。所以觉正净是自性三宝，人人本来自性中具足的。那一切的圣贤教诲都是让我们回归自性的啊，佛道儒啊，那包括其他的宗教啊，它都是啊不同程度的在回归自性。那么我们真正啊觉悟了啊，明了了，看待这一切的教派啊宗教，都把它看成是啊圣贤佛菩萨的教诲，我们虚心的来学习啊。而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保持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你就是皈依，你就是求道。儒家讲成圣成贤，你都是做到了，有什么区别呢？区别只有是名号的不同啊，名相说法名词术语不同，实质是一样的啊。所以我们关键呢要懂得道理，不懂道理，那么就会在这里分别啊，划界限啊，这是佛的，那是道的，这是儒的啊，不能够啊这个融合在一起了啊。更何况佛法修学建立在儒道的基础上，过去祖师大德啊，这个在佛法上有很高的成就啊，明心见性的正果的啊，他们基础打得好。什么是基础呢？在佛法里讲，小乘是大乘的基础。佛藏经里讲，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者非佛弟子啊。那小乘教你怎么做人啊，教你伦理道德因果，这是大乘入门基础啊。啊，那佛教传到中国来，我们看到小乘虽然经典翻译的很多，但是后来没人学了，大家都学大乘。可以说宋朝以后就没有人再学小乘啊。可是呢，中国祖师大德在大乘上的成就不亚于印度。那佛讲呢，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岂不是错了吗？他没错，因为中国人把儒和道用来替代小乘啊。所以在儒和道这上面呢，中国读书人没有不学的啊，他在这上面呢基础打得好，所以他直接入大乘啊，也有不可思议的成就啊。那么我们师父老人家特别选用儒家的《弟子规》啊，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啊，作为我们学佛的一个基本的行持的标准。虽然它不是佛教的经典啊，但是你也可以把它当作佛法来看待，认真的学习啊，没有矛盾啊。那么佛教里面祖师大德也有不少注解过儒道的经典，你看最有名的藕益大师，
他注解过四书，这是儒家的。啊，藕益大师注解四书是49岁那年。啊，他注解完《阿弥陀经要解》以后，注解世俗的。啊，还注解过《周易》，这都是儒家的经典。啊，憨山大师，这是藕益大师的老师，注解过《道德经》。啊，印光大师呢，净土宗13祖，大力的提倡我四众弟子学习《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指文》，这都是道家的。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有门户的界限，啊，要有虚心的态度，我们来求学，啊，这样就好了。那至于是鸡蛋属不属于斋，这个斋呀，我们别搞错了，斋跟吃这个食品是完全两码事儿。啊，香港人很说吃斋，吃斋就吃素，吃素和斋是不一样。斋呢，真正的意义是过午不食，啊，过中午，啊，日中的时候过了就不食，啊，日中以前才吃东西，这叫斋。啊，所以很多同修他也曾经受过八关斋戒，啊，这八关斋，这个斋呀，就属于啊过中不食，啊，跟吃什么也没什么关系，啊，那我们讲吃素，素食，那么鸡蛋属不属于素呢？这个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那主要界定呢，就是鸡蛋呢属不属于杀生，啊，如果是杀生得来的，那么我们就不要吃了。啊，为什么要吃素呢？就是为了不要杀生嘛。啊，那这个当然现在一般来讲说杀鸡取暖那就很少了。啊，这个鸡蛋呢都是大生产，啊，农场的。啊，当然那个鸡蛋里面呢，如果是已经受精了，有生命了，那就那也是一样属于杀生。啊，都不能吃。啊，没有生命的，那吃了还尚可。啊，那当然呢，最好是不吃。啊，两个原因。第一个，你还不知道那个蛋有没有生命。啊，万一有了，这不是麻烦了。啊，第二个呢，这个鸡蛋呢，现在呢，是农场，这个鸡场里面呢，这个产鸡的、产蛋的，往往里面含着很多化学药品，啊，这生长素的啊、抗生素的打的很多，有毒，不健康，所以呢，这个尽量啊，不吃为好。你说没有营养吗？其实这个素食里头，豆类呀、坚果类呀，这个营养啊，那个氨基酸的种类不会亚于啊鸡蛋。下面一个问题，我觉得尘世的亲情已无挂念，我能出家啊？修学密宗是否也可以往生？第一个关于出家的问题，我建议要随缘，由佛菩萨替你安排，啊，不要自己去做主。这是我们师父老人家过去，他的老师张家大师给他教导的。啊，张家大师劝我们师父出家，啊，但是呢，又告诉他，出家你不要自己找，你自己找，啊。你比如说你找一个师父让他剃度，他不给你剃，你就心里生烦恼了。所以我们师父啊就不找，结果是师父找他。啊，他的剃度师啊找了他9次。啊，最后啊我们师父看他，哎呀
真的是心很诚啊，他就答应他。啊，这佛菩萨安排。啊，我自己出家呢，也是啊，虽然有出家的意愿，啊，师父老人家也希望我出家，但是我自己没有找。啊，我的剃度师谁给我找的呢？我们师父啊，净空老法师给我找的。啊，在香港，天台精舍上唱下怀老法师，这是跟我们师父有好多年的交情了，几十年交情，啊，他给我找的剃度师。啊，所以自己不用操心。啊，那么忏怀法师对我非常的爱护，啊，成全我跟师父上人修学的这样的一个心愿，啊，他答应给我剃了之后，啊，我还是跟着师父老人家，啊，不需要跟他。哎，这是有这样的心量啊，所以没有烦恼。你要找了个师父，假如那个师父他这个控制占有的念头很强，哎，他给你剃了啊，就必须要你留在他身边，这也很麻烦啊。所以你要修学，要跟你最崇拜的。啊，最尊重的师父来修学，那你才能够在他那里受益嘛。啊，那我最崇拜、最尊重的就是我们净空老法师啊。啊，那我在这里就受益啊。哎，这是我分别执着没办法呀。等到什么时候把分别执着都放下了，那是确实你在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在哪一个人会下，你都能受益。啊，甚至是干杀盗淫的，啊，我们看的是恶人，在善财童子他的眼中看他们都是发生大事。这是《华严经》五十三参给我们的启示。但是善财什么时候才能出去参学呢？破了一品无名了，证得了法身了，啊，初住菩萨了，这才能够出去参学。啊，所以他的老师文殊师利菩萨，等于是把他呢带上了到法身大士的地位了。他出去参学，那就只有利，没有害了。那所以我现在呢，在师父老人家这里呢，先认真的学法，啊，希望早日，这个正德。像善财童子的地位嘛，再出去参学。假如这一生要是没证得，那也不能够离开师父。那修学密宗是不是能往生呢？理论上都是可以。啊，《无量寿经》，你看三倍往生第24品里面特别说到，哎，它是这个三倍是专修净土的。讲完之后，他最后讲一心三倍，哎，就是修行其他大乘法门的，啊，你回向往生极乐世界也一样是可以，啊，但是那个标准是你要得清净心，如果没得清净心，那还是往生不了，为什么呢？心净则佛土净。哎，往生净土一定要心清净才能往生。修学其他法门呢，也必须要回向发愿求生净土，啊，以自己修行的功德回向，那才能往生。如果不回向，虽然有功夫，也不能往生。那既然如是，你自己就选择哪个法门最容易往生嘛？你说专修净土容易往生呢，还是兼修其他法门？这个夹杂其他的这个修学，容易得清净心呢？你自己去思考吧。
啊，像我呢，我是钝根，啊，密宗对我那是太高了，啊，我是根本学不来，啊，真正密宗有资格学密宗的，啊，是严格来讲，那都要登地的菩萨，那心是真正清净无染了，这个才在密宗上就有大成就。啊，像我知道自己妄念很多，心不清净。啊，学禅学密都很怕会出偏差，会走火入魔。啊，特别密宗善知识是最重要的。现在上哪里找到这样的善知识？你找不到，找不到怎么办呢？我们就老实的念佛求生净土。念佛保险，绝不会出问题。只要你是真心要求生净土，那必得十方诸佛护念。这是《无量寿经》《阿弥陀经》上都讲的很清楚。啊，所以念佛往生的人，他得十方诸佛护念，得阿弥陀佛护念，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而且这个方法简单快速，啊，非常适合我们现代这个社会修学。啊，现在社会啊，信息时代，啊，人们都很忙，修学时间很少，念佛就很方便。啊，念佛随时随地走路也能念，吃饭睡觉都能念。啊，只要你不用动脑子，你就可以念佛，特别方便。啊，这是任何其他法门呢都比不上的。啊，但是成就来讲，不亚于其他法门。啊，你一往生极乐世界，那就做阿惟越致菩萨。那阿惟越致就是七地以上的菩萨了，那就是当生成佛的法门。到极乐世界一生不处，你就是一生当中就能成佛。下面一个问题，在海鲜殿内念辨识咒，可否令殿内的海鲜超生呢？如果可以的话，请问声量有多大？默念可不可以？我觉得，与其你给他念辨识咒，不如念阿弥陀佛。啊，辨识咒，当然是啊，你可以呢，让他得到这个，饮食，啊，得到甘露，啊，但是呢，你给他念佛呀。现前蒙阿弥陀佛佛光照耀，可以帮他消业障。啊，他要是过去世中有善根，听到佛号，他也能念，他也能够发愿往生，他也就往生了。是这个功德就更大了。下面说，请问。供完恶鬼道的食物怎样处理？这个呢，可以呀，把它呢，就是给四众啊，大家自己分吃都可以。我们是一切众生啊，平等，啊，一切众生本有佛性，本来是佛。印光大师教我们看一切人都是菩萨，我们看一切恶鬼也是菩萨。啊，不要去分别，啊，我比他高，他吃过的东西我就不吃了。这种是，分别心。啊，也不够谦卑。啊，佛菩萨对一切众生都很谦卑。啊，他们去乞食，你看佛。啊，见到乞丐，啊，这乞丐是贫贱的极处，过去生中没有修福，
啊，那佛到他面前，给他修福的机会，啊，就向他讨他这个起来的那个碗里的那些一点饭，啊，那个饭已经有馊味了，啊，但是这个乞丐呢，因为他只有那个讨来的饭的，啊，就从他的碗里拿出一些来供养佛，佛就当众就吃了，啊。那佛他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个即使是馊的食物到他口里都成了美味，啊，给众生修福。对乞丐，你看佛都这么谦卑，啊，这我们应该学。下面，请问天道与佛教有何分别？这个佛教里面呢，也讲天道，啊，有六道吗？天就属于其中一道，天有28层天，啊，那是很复杂的，啊，那佛教我们怎么升天，这都有教诲，啊，原则上讲就是5戒10善4无量心，你就能升天。你要是没有做到啊，就想像一般宗教说我信了就能得救了，那个水分很大。嗯，第一个那个信呢未必是真信，口头上信了。或者是做了一个宗教的仪式啊，像受洗了啊，或者是什么样子皈依了，那就叫信了吗？未必。啊，真正信的人你是做到了，那就叫真信了。啊，你不可能说信一套做一套，那怎么叫真信呢？那叫假信。啊，所以啊，你真正想升天，那应该学谁呀？学耶稣。啊，那真正忘我啊。啊，你看基督教里讲，他为众人赎罪，自己宁愿上十字架，舍己为人，这就是菩萨精神，这就是慈悲喜舍四无量心。你要真正有他这个心，你也能升天。啊，你要是说，我只信他的名，没有做到有名无实，对不起。上帝不会要你的，啊，因为你不是真的，你假的，你骗上帝，啊，你骗上帝，把上帝看成是啊愚痴的，啊，以为他就能够受骗了，你看你这是造的更重的罪业，所以这个还是要重视啊行持。那佛法教我们怎么升天啊，有的人呢对升天还不满足啊，他要出三界，那佛也有这个方法啊，修四谛法、12因缘法啊。那么有的人还不满足于这个小乘的啊声闻缘觉的这个果位，那佛教他修6度万行。菩萨法啊，有的人对菩萨法还不满足，所以我要当生成佛，佛告诉他一乘法。那什么是真正一乘法呢？跟大家说句老实话，念一句阿弥陀佛就是一乘法。啊，你念一句佛，这句佛号，念佛时就是见佛时，就是成佛时。啊，祖师大德的论述把这个道理讲得很清楚，这是极圆极顿的法门。啊，那命中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就是佛国土。啊，所以这个境界有不同。
啊，果位不一样，都要自己去发现求，啊，看自己呢，啊，这个愿呢到哪个地步啊，你愿意高的也有高的，愿意低的也有低的，啊，其实是没有什么高下，只有众生根性不同，啊，佛菩萨随机施教而已，啊，用这种心态看待一切法门，看待一切宗教，你就平等，没有歧视，啊，没有啊，这个是所谓的自赞毁他了，啊，自己不会傲慢，也不会看不起别人的宗教。好，下面看网路同修的提问。因母亲学佛多年，在家中客厅已供有诸佛像，最近呢，我自会了地藏菩萨和佛像，能否装裱起来挂在自己房间里供奉？如果可以，是否需要择日拿到寺院开光，做何仪式？啊，这个呢，你可以不必开光，啊，因为这个开光的意思我们要懂，啊，光是代表智慧，开光啊，就是开智慧，啊，佛菩萨的像，我们看到了，马上要想到，我们要皈依三宝，要觉而不迷，正而不邪，净而不染，这就是开光。所以不是你给佛菩萨像开光啊，是佛菩萨像给你开光啊，别搞错了啊！我们凡夫有什么能力给佛菩萨开光？那要是你有能力给佛菩萨开光，那我们拜你就好了，何必要拜佛菩萨呢？你比他还高吗？哎，是佛菩萨帮你开智慧，你看到这个形象就开智慧了啊，还要跟他学习，你才能开智慧，所以这是开光的意思啊。那仪式都是表法，哎，那你如果没有这个条件，你在家里面好好的啊，你供地藏菩萨，把地藏经读一遍，这就是开光啊。啊，供阿弥陀佛，把无量寿经读一遍，这也是开光。下面一个问题，我妈妈身体不好，您能帮我想想办法吗？怎么样才能让我妈妈好起来？您能看我妈妈前世吗？这我是没有能力看人家的前世啊，还没有宿命通。但是呢，佛法里面有讲到啊，如何帮我们呢？这个调理身体，一般讲病啊，大类是三种啊。第一种呢，是属于啊这个四大不调的病啊，风寒感冒啊，啊吃东西啊，穿衣服不注意啊，啊着凉啦，感冒发烧啊，这些都属于啊四大不调的病。那么呢，你吃吃药啊，休息休息，一般就能好。啊，第二种病呢，是属于啊业障病。啊，自己前生今世造的业障很重。啊，所以呢，这个患了病，那个就吃药就未必有效。那需要什么呀？需要消业障。啊，那消业障的方法很多，原则就是啊，断贪嗔痴，修戒定慧。啊，那么具体的做法，你可以用啊读经，用念佛，把自己的心呢啊清静下来，啊，然后要学习经教，明白道理，转自己的念头。啊，真正把贪嗔痴转过来了，你就消业障了。啊，所以业障是贪嗔痴啊，啊，是我们阿赖耶识的这些恶的种子，要把这些种子啊化掉。那么业障消除了，病也自然就好了。
啊，我们也知道有很多癌症的病人，啊，重病号，医生已经放弃治疗了，念佛都能念好，哎，消业障。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冤业病，啊，这是过去生中或者今世曾经啊杀害过、伤害过众生，啊，这个冤亲债主啊。啊，来找麻烦，啊，这冤业病，那就要需要化解这些怨恨。那佛门里面呢，化解也有这个方法。首先，自己诚心诚意的向这些冤亲债主、有缘众生啊，求忏悔。啊，而且呢，要给他们许愿，啊，我要修多少功德，啊，给他们回向。啊，希望他们能够放下怨恨，啊，跟他们沟通，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现在我学佛了，希望您能也能够一起学佛，大家同得佛法的利益，啊，不要再搞轮回了，不要再冤冤相报了，这是很痛苦的，啊，今生你来害我，来生我又害你，何苦来呢？啊。所以跟他好好的沟通，啊，向他求忏悔，啊，给他做功德，啊，这个功德包括自己修行，啊，你比如说读多少部经，啊，或者打多少个佛七，啊，等等，你自己按照自己的条件，嗯，来安排。另外呢，多布施，多放生，啊，印经，给他回向。第二个，下面一个问题，佛法是什么学问？父亲往生前想告诉我，因他疼痛，我没有问他，您能告诉我吗？父亲预知时至往生，非常的好。念佛3个月走的，是个大善人。佛法是什么学问呢？在我们平常的讲习当中啊，我们师父上人讲经当中已经讲了很多了。概括来讲，这是关于宇宙人生真相的学问。你明了了宇宙人生真相了，你就不会呀造业啊，迷惑就会造业，造了恶业就要受恶报，这是痛苦的根源。所以学佛是觉悟了。啊，觉悟了就能够离苦得乐了。啊，这个学问能帮助我们得到圆满的幸福快乐。所以师父老人家常讲，学佛是人生最高享受。这是一个享，最高享受的学问。啊，里面的内容包括伦理、道德、因果、哲学、科学。啊，这5个项目啊，都可以说是登峰造极的。啊，最高的伦理，最高的道德，最高的因果，啊，最高的哲学，最高的科学，都在其中。现在呢，科学家已经逐渐证实了，这佛经里面讲到的哲学，确实，啊，现在量子力学这些前沿学科。才逐步开始证实。啊，所以学佛非常有好处。啊，越学你会越快乐。啊，烦恼越少，越有智慧。啊，身心健康，啊，家庭和乐。这是有百利而无一害。下面一个问题，经常听老法师讲经中说到境随心转，是出自什么经文？有一次我去医院看病，检查报告出来，母亲也往生了。我的意念中感觉到母亲告诉我4个字，那时候还不知道这是佛说的话。母亲走的时候头发白变黑了，很慈祥。我在 QQ 中有篇母亲日记，就是
作为纪念他所做的。啊，这是你家里啊，出了两个往生的人，啊，这是很殊胜，很殊胜。往生就做佛了，这一家出了两尊佛呀，那是真的非常难得的一个啊殊胜因缘。那么你自己呢，最好啊，也要好好学佛，啊，报父母恩，啊，父母肯定是希望你好好学佛，啊，肯定也希望你将来也往生极乐世界，大家永远相聚。嗯，那么多听经教啊，就懂得这些道理，懂得修行的方法，那么自然就会修了。下面一个问题，衷心祝贺您因缘具足出家修行，佛门兴盛。有一事咨询，烦请不吝赐教。常有人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视为生活的准则，用以否定佛子的舍己为人、慈悲度生，请法师慈悲开示。这个事儿呢，啊，我们师父已经讲过多次，啊，这是以前何守信先生，香港的一位啊电视台主持人，采访师父的问的同样的话：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那佛法讲的这个为舍己为人，那这不错了吗？啊，实际上呢，佛法没错，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错了。啊，那师父用他自己做例子，给我们做示现。你看他一生真的不为自己，啊，为佛法，为众生，也没看到他天诛，也没看到他地灭。啊，85高龄，你看现在活得不是很好吗？啊，身体健康，啊，精力充沛，每天讲4个小时都不疲倦。啊，这次我跟他去罗马，长途跋涉，飞机得飞13个小时，啊，过夜飞机，那是很辛苦的，一般年轻人都觉得很疲劳的。嗯，你看我们师父老人家若无其事。啊，人家这个修行的功力啊，在这里啊。啊，这个我们去拜访教宗，教宗呢，跟我们师父是同年，啊，也是85岁。嗯，那你看他确实就比师父苍老很多，老态龙钟。啊，这个年龄摆在这里嘛，啊，他操心的事多嘛。我们师父老人家，你看。这是身体最好的一个实现啊，那身是心的一个反应啊，你心清净，身就清净。怎么才能得心清净呢？不要为自己，你心就清净。自私自利啊，那是污染你的心地啊。嗯，那就你心就这个污染的话，身体就多病，那真的就被天诛地灭了啊。所以世间有些话啊，虽然也有传了很久，但是它不一定是对的啊，我们要用智慧去判断。嗯，下面一个问题，学生多年前梦见观音菩萨对学生说：你的涅槃太深，不知是什么意思，我该如何做？这个观世音菩萨对您讲的这个话啊，那么确实，哎，也是一种感应啊，梦到观世音菩萨这是好事。那么至于说涅槃太深这个话，我也不太理解啊，因为除非你证得涅槃了啊，是不是你得到大涅槃了？
你成佛了啊？那你要是没成佛，你还是凡夫，那你就还得老老实实的啊来学佛。哎，等到什么时候你自己开悟了，对观世音菩萨的这个话呀，你就能够明了了。啊，这个感应都是增加你的信心，哎，让你呀发起学佛的意愿，啊，这样就对了。下面一个问题，我今年26岁，工作不是很好，也不稳定。不在国企单位，工资不高。我信佛，每天念佛，突然想找信佛的女朋友，但是很久没有找到。可能是现在的女孩都比较现实，我想我的佛化家庭要破灭了。如果家里人给我找个不信佛的女朋友，以后结婚生活在一起，肯定因为吃肉还有其他方向的障碍。我很矛盾，不知道该等这个信佛的女朋友呢，还是要找一个不信佛的女朋友结婚算了。我也经常梦到外星人侵略地球，知道那是世界末日，我想提前回到其他世界。哎呀，你这妄想太多了。要知道，一切都是感召来的。啊，你这信佛的女朋友，你想要，你不是去找就找得到的，感召来的。首先你自己要信佛，啊，你自己努力的学佛，啊，你真正要求生净土，你要看破放下，啊，那同修道友是自然感召，啊，你现在这是妄念了，感召来的肯定都不好。那要放下，啊，自己不要去想。既然你真想想往生极乐世界，那这个世界什么都得放下，女朋友也得放下呀。女朋友放不下，你肯定往生不了啊。啊，你还说这个外星人要侵略地球，世界末日了，你梦到这些东西，你想往生，那你就得放下。啊。我是没有结婚，啊，现在出家了。这桩事情我就早就看破放下，知道，啊，结婚真正说幸福的婚姻太少了。这事我早就知道，因为我虽然呢，这个很小，但是我看的不少。啊，那时候我。因为我家里父母也离异，哎，那看到呢，这个身边很多很多这些家庭破裂的例子，啊，即使是呢学佛的人，也一样有这个家庭破裂的问题，所以知道啊，幸福不是向外找来的，啊，向外攀求，往往求来的是痛苦，是烦恼。所以最好不求啊！如果你真正有这个缘，佛菩萨给你送来，你由佛菩萨安排呗，不要去求啊！所以出家也好，结婚也好，都不要求啊，全让佛菩萨安排最好。你看古人都讲嘛，天赐良缘嘛，良缘天赐，自己找来的往往不是良缘。啊，天赐的是良缘，你就等天赐给你吧。啊，千万千万不要自己找，可遇不可求。啊，那真正学佛的，有志于啊这一生成就道业，那这个淫念呢要放下。楞严经上讲。这个淫是生死根本啊！如果淫心不除，尘不可除，就是不能够除三界六道。
你想往生净土，也要把这个念头放下。啊，虽然未必能够根断，但是至少要复断。你心清净，念佛自然才相应了。下面一个问题，我怎么就进不了淫欲心？啊，这是两个不同的人寄来的，好像这问题联系在一起了。我不在外面胡来，但总是有淫念，是不是？我到了油灯快灭的时候，虚火上升的原因，以前啊。我看这个话没讲完啊，大概是讲这个，淫念呢断不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啊，现在的社会啊很普遍啊，因为这个污染呢特别重啊。你看现在每天我们所接触到的电视、网络啊。种种的这些广告画面啊，那都是呢让我们呢升起啊妄念染念。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五浊恶世当中，要把持好自己，保持心地清净啊，是很不容易的一桩事情啊。那么人心堕落，自然也就感召很多这些邪神恶魔来骚扰啊。这是太上感应篇上讲的，夫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啊。所以我们自己内有烦恼，外有诱惑，还有魔的这个干扰，所以啊，那烦恼常常现行啊，这就是难免了啊。所以啊，这种事情也是很可怕的啊。那怎么办呢？对治这个事情啊，对治这个淫心呢 啊，我过去呢曾经讲过一个戒淫专辑，2个小时，大家可以参考啊。方法古圣先贤给我们呢有不少的这个开示啊。首先第一个，你要深信因果啊，知道这个淫念决定是恶念，万恶淫为首，念头不正都会招致啊灾殃啊，那更何况是做呢啊。所以把这因果明白了啊，那我们自己要懂得防范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尽量的减少跟污染源的接触啊，好好的修自己的清净心。那平常多听经教啊，把你的精力放在学习佛法、学习圣教上啊，尤其是学习因果啊。《安世全书》里面有一本叫这个《欲海回狂》，这本书特别好，对年轻人呢、可以说是无上宝典啊。我过去也看过不少遍啊，因为在这个时代里面，说没有淫念的人找不到，除非你是佛菩萨再来啊。像我们这些年轻人那肯定也会有啊。怎么对治呢？就是要有读圣贤书啊。所以这欲海回狂我自己啊
认认真真的学了不少遍了。每一次学习都是一种忏悔、改过、洗涤垢污的过程。如果是自己这个烦恼重，最好呢把这部书摆在自己案头或者床头，常常拿出来翻看，一天能看个几页，不断的熏习，时间久了就有力量就能够克制烦恼那么《安世全书》这个《欲海回狂》这部书里面特别提到不净观，这也是很好的观法，观身不净。你说所谓的美女，那都是她外表的一层皮而已皮里头包的那都是很肮脏的东西这个身体里头五脏六腑那都是臭秽的东西你看吃进去的美味佳肴，排出来的那都是恶臭的证明你这身体里面多么肮脏是粪便的生产器然后你就想想，人年轻的时候有这个美貌，年纪老了美貌就不存在了病了死了，那时候那很可怕了，有什么可乐？常常做如是观，一有不好的念头立刻提起正念，这样久而久之一念就淡了那么真正现在这个时节灾难有多我们要提高警觉要把往生当作第一要务如果不赶紧成就我们念佛功夫，那灾难来了，我们要死了，那就是决定三途去了，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要这个奋勇改过这个妄念再起来的时候，真的要在佛菩萨面前叩头流血立下大誓愿呢，一定要根除自己的这个烦恼恶念我知道有同修他在这方面很用功刺血写下誓言呢，在佛菩萨面前发誓永断淫念这都是我们的好样子好，下面呢，再看有几个问题简单回答。有人说，《大集经》云：“正法时期戒律成就，相法时期禅定成就，末法时期净土成就。”真的是这样说法吗？这个是真的那么原经文呢，你可以去查一查《大藏经》。第二个，一切法从心想生，出自于哪部经？这个呢，《华严经》就讲到这个道理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这是出自《华严经》。第三，佛在哪部经上说过万法皆空，因果不空呢？这句话哪些古大德常说？金刚般若告诉这句话是或这个意思了吗？这个话对吗？这个话是对的万法皆空，因果不空，这个原句可能不是出自于经文但是这个意思经典里面都讲到了，我们应该一意不一语把这意思搞明白了，这个对于语言文字不要去执着执着语言文字了，往往会把意思可搞错了那这个说法我们师父讲经里常提到
最好是用弥勒菩萨的那个一弹指32亿8000念，这个你去观察，就是万法皆空，因果不空。啊，为什么因果不空呢？因为念头相续不空，万法皆由念头而生，念头是刹那生灭，不可得，所以万法皆空。但是念头是相续不断，有相续就有因果，所以因果不空。第四个问题，修慧不修福，罗汉脱空钵，这是出自哪部经？这是一个佛典故事啊，是在佛的一个小经里面有讲到的，哪部经我不记得了啊。那么你可以去查一下这个这方面资料啊，像这些工具书啊，像这个法院朱林呐、应该会有。有人说，释迦牟尼佛讲阿舍世王临终后悔，知道自己生前做的事全错了，回头念佛求生净土，往生极乐世界，是什么品位呢？上品中生，这是我们决定想不到的。这样造罪的人能往生，我们想大概是下下品往生，哪里晓得是上品中生呢？那么，并且多次说佛在阿舍世王经里面告诉我们的。这经上真的有这样说法吗？这经呢，我还没去看啊。师父老人家是这么说的啊，你可以去查找一下就知道了。这种问题呢，我建议你以后自己先查啊。那么我呢，当然也是可以帮你查啊，但是呢，这个临时呢，现在也没有时间，查不出来，不能够马上告诉你啊。但最好你自己好学，自己查工具书啊，不要依赖别人。有人说，昙鸾法师往生论注讲末法时期寺院庵堂都是修罗罗刹在主宰，不是佛菩萨，这是这样吗？你也可以查一查啊。莲池大师在哪篇文章里说叫别人念六字佛号而自己念四字佛号呢？我记得这应该是《竹窗随笔》里面讲啊，你也可以查一查。有人说，经上讲，凡是横死都要找替身，要是找不到替身，就无论轮回转世，就无法轮回转世，很苦。请问究竟哪一部经上讲的？啊，这个话呢，确实我也没去查。啊，师父老人家是这样说，啊，肯定是有根据。那么如果是你不相信，那你可以去认真的去查找一下资料。总是要有一个好学态度嘛。知识分子喜欢追根究底，那你就要好好先做好你的家庭作业啊，再来问这个问题。下面有人说，华严经上讲情与无情同源种质，真的是这样说吗？真的。那你可以去查查华严经哪里能够找到。现在有电脑就方便了。把整个华严经在文字档上这个弄出来，然后查情与无情啊，或者同源种质这四个关键字，一查就查到了，不难。那么好，现在呢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这里。今天讲的不妥之处，请大家多多批评指正，谢谢大家，阿弥陀佛。